关注我们所处的世界。我们饮用的水、农作物、能量储存、智能手机处理器、移动性、塑料、腐蚀保护、纸张制造、泳池杀菌，以及我们食物链的安全性，这些都是我们所关注的领域和话题。我们的项目范例如同应用领域一样，每天都在增加。我们活跃在世界的每个角落，在许多领域也只有我们这样做。我们的专业技能是以简单的化学工艺为基础，电解作用、电引发化学反应，离子在阴极和阳极之间传输，生产工艺气体，例如氯气、氢气、氧气以及科性钠等化学品，并产生臭氧，获得镍、铜、锌等金属以及贵重金属，涂层塑料及金属用于防腐蚀或起到装饰作用，保护水泥和钢结构不受腐蚀，破坏水中的污染物和病原体。1832年，迈克尔·法拉第发现电解反应与使用的电流有直接关系。自1923年 ，Orazio di Nora 专注于发明、设计和制造大型电机设备以及关键元件，使用更少的能源，使设备效率更高，提高产品质量，寻求未来改善和创新应用。如今我们在五大洲有13个工厂、1600名员工以及3个研发中心，年营业额5亿欧元。电极技术，我们开发了用于大型设备乃至微型传感器的涂层、催化剂和元件，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和要求，并考虑到安全性、功耗和最终产品的质量。水务技术，我们的消毒、过滤、电解制滤和臭氧解决方案服务于市政、能源和船舶市场，向水处理操作者提供易于应用和维护的设备。我们紧凑的系统和解决方案为人、动物和环境提供卫生解决方案。我们专注于持续缓解对环境的影响和智能使用能源，不断缩小阳极和阴极的距离，直到现在它们成为一个单独整体。我们已经提炼了我们的电化学工艺，用于水净化和脱盐，以提供消毒解决方案，使其达到能够使用的程度。我们致力于产品创新，数百项专利可见证我们的领先能力。工艺创新使我们在全球领先。我们善于在人和不同行业之间传递经验。今天，应用创新使我们可以持续展望未来，并与我们的客户乃至我们各种产品的使用者分享。通过持久的解决方案，占据更小的空间来提高产品质量，因工艺速度提升而消耗更少的能源。市场信任我们，众多跨国集团公司已经选择了 Di Nora 来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联盟。我们拥有多种族跨学科的团队，我们得来一个目光长远的家族，长达90余年的支持，明智的战略决策，卓越的产品品质及客户关系，关注我们所处的世界。